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连录两期的生化视频，上期呢是拿那个天使来刀一期僵尸，本期的话拿出黑武士三连击来刀一波僵尸，好不好？好，鼓掌。OK， 这边的话有一群人在追我，你是不是想偶尔我直接一个刺刀 nice 把这个疯狂宝贝儿给扎掉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红也在追我，我走位旋转推，我闭着眼再来一下 nice， 走。1v6应该是有点困难的啊，看能不能再刀一个。这个疯狂宝贝儿它是能跳上去的。千万要记住，疯狂宝贝和妖姬从这儿都是能跳上去的，而其他小僵尸，比如小红啊、终结者啊，从这个水池里是跳不上去的，这点就要注意了。OK， 果断变身吧，兄弟们的，有点慌了。OK， 那这边今天的话，一个终结者，来看有没有去把它搞掉啊？哇，打掉了，就一个终结者，那就赶快让他解脱呗，要不然多无聊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最近的话很少录生化的视频啊，然后许多小粉丝就觉得哇，你为什么不玩生化了呢？然后不玩单挑了呢？然后今天呢就给大家跟生化跟单挑，对吧？觉得这些是我的老本行，我是不能够忘掉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个终结者在这边，我戳你的菊花，瞬间觉得菊花一凉啊。OK， 走，哎，对，我撤溜，打扰兄弟，我走，旋转跳跃，哎，你追我是吧？追我，你要付出代价，兄弟。这个小，你要付出代价。哎，然后撤，不断撤退。万军从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这边一个终结者果断掏出擎天，重击没拍到，果断切轻击，直接一个轻击 nice 带走。哇，我第一次把黑武士的磁带给打完了，我是把磁带给浪费到哪儿去了？就剩这个又黑又粗又长的这个左轮黑武士，这有个毛用啊！我撤。我拍，你没拍到，走，打扰兄弟，打扰了，走，还有一分钟，一线逃生，一标两标，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拍你，果断捡把枪，哎，捡到一把斯泰尔，我喜欢 ，nice， 啊，哎，嘟，别着急啊，现在是38秒，看能不能活到最后。哎，这边有一个，打掉，因为这边有一个小的这个飞猎者过来了，你是不是想，哇，他竟然是一个本身就有点很无聊了，对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差不多到这就结束了，虽然有点短吧，但是大家喜欢的话点下关注呗，然后以后每天都。